各位未来粉们，记得追踪 IG 以及粉丝专页，搜寻未来男友力。大家好，我是迪恩。焦董。大师兄。好，今天这个场景可能现在因为比较暗的关系，大家看不到，但是这个地点却是当时许多网友、许多观众非常的想要看到师兄来到这个地方处理现场这边的灵体。那简单再跟大家说明一下这边的状况。当时网友给我这个资讯的时候是说，这边早期它算是私人的宫庙，然后一楼二楼都有睡觉的地方，就很像禅房这样子。那当时据说是有一个老奶奶在这个地方往生，那具体她是怎么往生的其实没有资讯可以知道。不过当时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跟 King 我们两个的脚都有被打到的痕迹，就是很像掌印。我的脚好痛啊。是那只娃娃的问题啊！等一下，怎么会淤青啊？所以当天其实是很惊险的，才离开这个地方。然后许多网友看到这个片段之后，就非常希望师兄可以来这个地方看看。他还很晕晕的。现在？你要说他腿有晕的，我也觉得很晕啊，看里面有够挤的，人很多在你旁边那种感觉。上次来的时候也是觉得感觉好像是周围都有人在那种暗处看你，然后这一次来其实也是有这种很强烈的那种感觉。要习惯了，修行就这么一回事了。对，然后师兄很久没出来了，所以今天想说观众既然敲完，然后这个地方又这么阴，就带师兄来看一下。哦，楼上是干嘛的？楼上他有供奉神明的桌子。神明应该不在吧？之前还没有看到神尊呢。他这边有斗气呢，等一下看一下房间里面，看之前住在这边都是什么人好了。因为我觉得打你们的那个应该还在。嗯。那脾气也不是很好。我们待会就先带大师兄看一下一楼的状况，然后再上去二楼，就等于带师兄来查看一下这边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深呼吸，深呼吸。嗯。深呼吸就好，放轻松，放轻松。好，出发。怎么了？我绕狼藉。手机是三零八点八四。这边应该蛮多游民会来这边，会来这边住的那地方。对啊。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凌乱。我觉得应该有固定的人会来这边住。不要靠太近，因为。那边感觉那边是有人死在那边，因为看得到画面。护身符，太上老君。还有笑？什么笑？还有笑？那个符啊。因为他的符也是开光过，你开光过的东西，他只是放在那边，接那回去再过个香炉就可以了。哎呦，你们上次来有那道符吗？上次来好像有，我没有仔细看，因为那个感觉是贴很久，我忘记上次影片中有没有提到。不然你回去再检查一下画面好了。嗯。因为要么是这一间之前是他自己就在修，他自己贴的；要么就是有人跑到这边休息干嘛的。看那个痕迹，应该贴好一阵子。我是认不出那什么字了，道教的符咒我不会。不过有开光过，但是也没什么用啊，因为已经损毁成这样了。嗯。刚刚有个小朋友从那边跑出去，
师兄说你一进来到里面之后，你就感觉到他这边是很多灵体在聚集。很多灵体啊，就有些是没什么恶意，没什么大碍啊，就孤魂野鬼那种的嘛。可是楼上有那种残存的很大尾的那种痕迹，不过也只是痕迹啊。还有一个也是蛮厉害的，在这边，就是说这个地方本来就算他家，应该说他生前他可能就待在这边。等下上去看看到底是怎样，因为他那个我们讲斗气，就是说他那种好战的那个意识还蛮强烈。所以你们上次不是被打吗？对，我有看到他凹陷还蛮明显的，对不对？脚应该就被他揍的。嗯。进到这边，你有什么感觉吗？你们两个？没有，从一来到现在就是都觉得头比较沉。之前来第一次也是这样。啊，进到这一间呢？这一间目前没有特别。目前没有特别。嗯。不是，我跟你讲，那边一个阿嬷躺在那边，她正在做她的日常。嗯。起来，整理一下头发，躺回去，然后翻一下照片。嗯。你们会怎么想？现在吗？现在。这个阿妈她是在这边过世的，没错，心地也很好。我们人死后有没有，除了变成鬼之外，有时候你们去到废墟、去到鬼屋，有时候你觉得感应很强烈，你不一定是撞到鬼，而是那个人或者说有谁生前在那边活动过。他如果在这边活动过很久，或者说他对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回忆，他的那个记忆可能会留在这个地方。有时候你们去接收到，可能只是他那段时间的记忆而已。这个东西我给他取名叫思念体了。你们这样可能听不懂，对不对？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颠倒行猪白啊！明明祖先很多过世多久早该投胎了，可是为什么有时候梦到他的托梦？其实是因为我们后人对他的思念，然后还有他曾经存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记忆。可以要叫类似分身的概念也可以啊，可是那终究不是鬼或是灵魂，他只能算是一个幻影而已。嗯。阿嬷蛮有福报的，这个不用管他，他自己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会消失。嗯。阿嬷已经投胎了。师兄，这些事你都有看到画面，对不对？对啊，啊，因为。我毕竟看到是画面，可是人物的相对关系我没办法去确认嘛，我只能说以我自己推理去讲出来这样子。嗯。所以像他这样子，这边之前盖庙，然后后来神明都迁走了，是会有灵体靠过来，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吗？地理环境，还有你这个地方毕竟曾经盖过庙，你神明在这边待过，他这个地方整个的频率本来就会比较高一点。嗯，你频率高，其他的一些孤魂野鬼自然会被吸引，因为他们也想要佛家在讲想要得到解脱。还记得我讲过了吗？你人死后，你没有肉体之后是没有空间跟时间概念，所以其实并没有所谓走的这个概念。嗯，那所以说他们留下的这个痕迹还是会在这边。我讲直接一点啊，就跟我们人一样啊，等待神再下来再救赎他们。嗯，狗怎么突然间叫起来？聚集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聚集了。好，我今天就一次出一个。你今天有带那个金刚杵吗？有，我现在探险每一次都会带出来。我等下金刚杵借我用一下，能不能震一下？楼下这边要先震吗？震住啊！这边先设立一个结界，让他们靠过来集中在这里。然后，至于他们怎么样，就看他们造化了。反正念个经给他们超度一下。师兄，等一下是这一只要放在这边镇住吗？对啊，可是。看一下他们用什么衣服的茶。没有，我带他做。我就带做了。对对对，太棒了。他每次都会带。沙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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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地苏塔塔拉，伊地苏塔塔罗西个帕纳，嗡西地苏陀罗，嗡吉地赞塔达西个，嗡吉地因达罗拉三多罗西个，因达罗拉的金塔塔拉，因达罗拉金达拉萨拉，金塔拉萨那个，维尼萨拉帕拉萨拉，维纳拉萨拉，维纳拉萨拉卡拉，维纳萨拉，新古车内卡拉，新古车内卡拉，索拉卡拉，新古车，车内卡拉索拉，车内卡拉索拉西个，朗布多苏罗班西个，朗布多苏内卡西个，伊那玛哈。Soka, Nelly, Sipi, and Sipi, and Soka, and Tantara, Soda, and Tantara.
恰同阿萨塔塔维曼恰同心理可做曼恰同萨拉卡拉斯萨拉卡拉苏的根性萨拉卡拉伊里卡拉斯因潘纳斯因潘纳斯我感受因达罗拉萨拉感受因达罗拉心理不得个心情不都舒服看那萨拉心理不如工作做了萨拉萨拉萨达拉苏心一个萨心一个苏达心个七比五二达七比五六苏拉萨达心一五六苏拉萨达三中我看那苏我三中我看那苏个让不多心一个心一个嘛哈达拉斯那个心比那个那么不大呀拼你卡萨那个拼你阿苏那个心个心理不如心个因达罗拉萨那个潘纳苏才那个潘纳卢塞那个巴拉曼达心那个巴拉曼达苏潘达心个巴拉曼达心个那个一个都是那个一个都是那个心个才达巴拉卡德卡德伊里苏罗拉卡德卡德苏那个里个松普尔斯那个松普鲁克达斯那个松普鲁克达斯那个贡德鲁斯那个贡德里斯那个因为神奇里个说神奇里乌托星个神奇奥塔那星个圣达那星个圣巴达斯那个创造创造那星个创造那个创造那个创造阿拉斯那个星个你那么不知那么无理呀。放在这边吗？先放着。没有，门在那边，等下差不多，等下都会从这个正门这样过来。会从那边过来？对啊，所以你踏到这条线后面。师兄，像他这样子正在这边的话，如果有外灵现在想要靠近的话，就没办法了。没有，就是要让他们靠近啊。因为靠近他们会被这个吸引过来啊，那吸引过来的话，等于说我现在暂时这边把它弄一个结界，这是金刚杵里面的那个能量，或者说可以去接触到他们的主神，或者说接触到这边的地主，或者说佛祖他们那些，因为这个毕竟是加持过，它有经文的力量在里面，有法器的用处就在这边。其实拿法器在做法，就是说我们可以花费比较少的力气，因为坦白讲那个都加持好，我们直接用里面的能量就好了，刚刚他本来要下来找我们的，后来看到我拿那把出来之后，他就归上去了。那时候我们就是在房间里面发现这只娃娃的，现在还是有东西进去啊？三四个吧。我跟你们不一样，脾气比较差，我不能忍受被人家打。嗡那么虚白药，嗡那么虚白药，嗡那么虚白药。你讲那么懂啊？